是咱妈妈心肝宝贝，你真正真是咱，我就知影，你一定是因甲妈妈为你伤心流目屎，所以你才赶紧清醒的，对无？多谢你，这是你送我妈妈上好上好的礼物啦。我是想。我得到病历顶管讲，小雨是出车祸才昏迷不清，哎，即马清醒了，却连家己是啥都放袂记，这一定是车祸以后的后遗症。这是我的好事，你叫做陈明宇，我是你的妈妈，我是全世界上爱你、上爱你的妈妈。你先别紧张，我代志，所有的一切啊，妈妈拢会处理好势。因为你是出车祸，才倒来一间疗养院的，妈妈也所有的一切拢赶紧处理好。你才拄啊精神安尼，无啥物困难，莫讲话啊，好好休困，知影无？喂，小雨已经清醒啦，所有计划拢我提早进行，不管开偌济钱，不管付出偌济代价，以后我就要带我的后生走，赶紧的，赶紧处理。咱中心这个人哦，一点啊人性都无啦。你看，家己的亲生后生嫁查某囝，啊，你话台就台啦，一点啊外路就无要留给伊啦。这摆咪久哦，家己都在疗养院。那个无法度二十四小时个照顾，万一那个陈中心那是去养，用面骨来威胁我，那是要安怎？爸，你是莫白想啦，咱是去找医疗讨论，看是用什么方式替我哥办理出国治疗是上紧的，咱就照安尼做好不好？面骨的代志哦，那是无紧处理好势，我袂安心啦。即摆唔知安怎，规安尼心肝头哦，突然晕晕啦。袂啦。咱得要到疗养院啊！顶届文瑶是带我未出门离去，安尼较紧。紧走！紧嘞，紧嘞，紧走！紧走！高阳，你这人，我们在发生什么大事？咱可以问问。派出所，别让你去哦。我老师都在恁疗养院啦，啊，内面发生什么大事啦？内底发生火灾，消防车已经过来处理啊。是安尼啦。搁那真严重诶！啊，我好像有上个安全的所在无啊？详细状况，我哩爱请恁到大门口遐，院长即马伫遐处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！陈中信啊，我中心无提你啊，我中心无通替你下跪，你给我死出来！你爸，你看你死，爸，你激动了。爸，阿爹啦，你看你面都红起来，你快要穿起来啦！你别给我阻挡啦，我今仔日一定要跟输赢。陈中信啊，就是讲你今仔日背地的政敌，我嘛要给你弄出来啦！爸，下跪啊！爸。龙山兄，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？无经过人的同意就煞你摆起痟搞破坏？哎，进前甲阮党的涉及迄件代志，阮也袂去找你算账。啊，你即摆家己送上门来啊？你实在足好胆的呢。爸，戴中是个孤囝，叫伊出来。阿老婆，我叫我关进来。清楚，规个拆掉，而且
去一面雨水送伊，叫伊出来，叫伊出来，行啊！你这么思念我，这个人啊，对情人情意绵绵啊，搬山过岭就为着要见情人一面。你对我的感情有较特殊的吼，你亲门打虎不打狗，佮我顶多失意的。后来你这毋是爱啊，你这根本就是恨啊！你今日人当作甚物代志拢无发生？我管台发生甚物代志，拢拄着佮我陈家兄办喜事啊着。啊，毋过你知影我这个人也袂当真，我真大办啦，我真介意佮别人分享我欢喜的代志。小宝贝，我办一桌真青草真澎湃，你做伙来斗一下热闹无？你做这么粗残的代志，你搁笑会出来？搁要闹热要庆祝？你真正是禽兽不如啦你！雅姐，你哪里家？婷啊，你看到啊、哦？你呐，把我的迄一刀斧斧学倒啊！结果我就是跋一刀暗哥啊！我得到一个后生，一个新妇，一个旧情人啊！进前哦，拢是我一个孤单老人啊，爱见恁几口罩，今日总算活啊！出一口气啊、哦！我陈家名鼎兴旺，旺过恁罗家。做算起来啊，失去一间公司，暗哥啊，我会当换转来做一个亲人啊，真会好啊！哎，认真讲个兄啊，我算是碰你的福气哦。你随便的啦，是甚么人是你的亲人啊？后边这撮东西啊，兄啊！这拢是因为你啊，薄情绝义啊，所以我两个后生才搁转来我的身躯边啊。唉，虽然讲我即马看起来是一无所有，啊，不过我顶多感觉我是全天下上个好个人。啊，是我即款的感受哦，你体会袂到啦。恁爸伫遐咧甲你讲甲你着，雅姐，丽萍，你是毋是叫设计去啊？啊，若无恁阿出现伫遮啦？恁真正较注意，莫叫伊利用。恁莫伫遮，家己讲家己对啦。我甲董俊彦是倒来食团圆饭的。董俊彦已经认做鬼宗啊。啊，那我即马姓王，甲恁罗家无关系，所以阮的代志肯定有啥物地带啊？啊，姐夫，你竟然甲陈长兴熟人啊？啥？像是你的姐夫啊？你莫踮啊乌白桥。因为我做老家的囝婿真正是有够衰啦！恁要抓鬼，我是头一个，把恁当作是祭品的。我是吃过鸡的苦主哦，所以我绝对袂阁带念过去的情分啦，继续安尼戆落啊！以后恁若是看到我，上好是当作无识识，啊若无，啥会敢动我？我绝对会甲伊客气。姐，我会当了解姐夫因为受到伤害，情绪还袂恢复。所以才会做出这种错误的决定。啊，不过你应该真清楚，陈忠信是一个歹心毒性的人。你哪会当让姐夫对伊愈行愈偏啊？愈行愈偏，敢会？落叶归根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。
总好过规天噩梦，干人做表面功夫的人，搁较好。就是讲啊，不过啊，感恩的心啊，我也是会啦。若不是罗董的，你明察秋毫，暗中发现我的心事，恐叫我到即马还搁咧拜社家的公妈。即马我知影要拜的是陈家的祖先啊，我是我陈东俊啊，一定真紧就会当转运的。不信你就等咧看。死狗，我才来庙里替罗董的等一拍光明顶，就当作是我的答谢。你讲的什么话啊？你明知我无伤害你的意思呢？啊？就算讲你袂当原谅我，你嘛莫安尼糟蹋你家己啊！甚至跟亚姐拖落水啊！啊？什么拖落水？我以父为天，敢袂用的？我拜托你，莫用你的道德观来看别人。亲像你这款会放肆欺人的人，太高尚心。亚姐啊，你。丽萍，你又拢唔讲话啦？当初你当着神姐的老兵，感觉你拢无意见，你拢袂烦恼。啊，你哪来这里吃团圆饭？我不是来吃饭啊。哎呀，好味啊！丽萍算我的老朋友，我的旧情人，甚至替我生一个当初这么壮才的后生，我请来吃一顿饭是安怎的？啊，你这转意见聊聊什么意思啦？你唔通啊！我在条管理红菜，啊，飞碟外口哦，生一个私生子面具，啊，你嘛我都较懂。你怎嘛讲到我担架才来呢？啊，一讲到嘛我变态，我才感觉你心理有问题。你搁敢讲面具？我是安怎唔敢讲着伊啊？今若唔是我，伊早就去投胎啊！所以。你着放火，把廖永义烧掉，才好完成你的心愿。老段讲啥？是要放火烧廖永义？你胡死啊！你有胆就是害死的！你跟老家等家，与我无关系，因都可能发生意外。美国真正是啊，我来娃娃休息啊啦。不可能，美国这世人，因为我这么辛苦啊，这么真无简单。那一个月前啦，哪有可能安尼就死你的性命？老大，你是摸唔着啊！我唔相信，我嘛唔相信，无可能啊！是真实的。我只好跟我爸去看二哥，就发现廖永仪死火啊！警察讲，二哥住的那层楼全部拢烧了了。那层楼的白人无一个，无一个逃走，全部拢烧死啊！